贺佳燕、林柏宏、9M88和高尔轩15号一同出席品牌活动，公开自己夏天最不败的穿搭。可能夏天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穿洋装，我觉得洋装很方便，然后也比较通风，比较凉。是哦。所以我在穿洋装，你也喜欢穿洋装？我没有体验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真的夏天可以穿穿看。问他吗？我觉得一起出去好像可以啊。其实我不太能接受情侣装，但我可以稍微接受情侣鞋。觉得穿一样的鞋子是一种，就它没有那么高调，我还是可以穿我想要穿的衣服。他吗？他也不会。对，我们都还是觉得想要穿自己想穿的衣服，配合今天的心情。他以前会一起去运动吗？因为最近那个肌肉线条跟大家都辣。最近有吗？这个广告文露，林柏宏练得蛮不错，快现在脱掉。佳燕最近也练得很好，今天他露手臂了。那他跟那个韩南跳那个舞，你会有看到舞吗？对啊，他连舞娘都跳得那么好了，对，绝对。我觉得男生，不然你们两个组个团，要加上你一起吧。你会跳开花舞？好，那我们差不多啦。